生活台，小丹教学同你一起吃喝玩乐。好，有些人的唇可能没有唇生的，夹硬画出来其实又会很怪了。所以咧，呢一個方法咧，亦都可以咧避免咗咧突出你個嘴嘅形狀嘅。咁所以啦，啊呢一款嘅唇妝咧就會變咗咧，啊其實就算係大嘴又好啦，細嘴又好啦，都係一個幾靚嘅效果嘅。OK， 咁啦，如果咧喺一個效果上面咧，我哋咧再加翻少少 lip gloss 啦，用一個桃紅色去漸變去一個淡粉紅色嘅話咧，就係、是、我之前咧再教過嘅一集咧，就係、是、櫻花 BB 妝嘅唇妝嚟嘅。咁大家都去睇翻嗰一集去睇睇嘅。好，咁如果啦呢一個嘅調翻轉會係點樣呢？即是話係個嘴嘅邊緣深色啦。好，咁就俾大家睇睇啦。如果是个嘴的边缘深色，那会怎样呢？好，其实呢以前有一排很兴这些唇妆的、啊、又或者呢现在欧美都会兴的。那其实是什么东西的效果呢？嘴的边缘深呢，那就是说中间浅啦。好，深，那出面也有深啦，那就是在中间浅色啦。好，好，这里浅色的，咁即是话啦，其实以光暗影嘅原理嚟讲咧，吓、啊、我哋突出咗最中间呢个位置系会有膨胀嘅效果噶、哦，咁即是话呢一个咧系望起身个嘴会丰满啲嘅一个妆嚟嘅，咁咧望上去啦，啊好似咧朱唇咁样咧，啊丰，其实都有少少似啲诶啲人咧丰咗唇咧，啊打咗透明质酸啊嗰啲咁嘅效果噶。咁咧呢一個妝啦，其實正常就望落去咧，啊就會女性化啲嘅，啊比較咧女人啲、女人味啲啦。咁咧呢一個位置咧突咗起身咧，咁就會咧望落去咧個嘴會厚肉啲嘅。咁咧呢個嘅話咧，其實就有兩個方法嘅。其實咧一係咧你都可以用翻啲咧深少少唇色嘅唇膏咧喺個邊緣嗰度框，或者唇線筆都得。第二個方法咧就係咧你可以搽翻普通嗱。啱你自己顏色啦，或者你自己中意嘅唇膏，咁但係啦，加多另外一隻淺色嘅唇膏咧，喺呢個位置中間其實都會有一樣嘅效果嘅，但係個問題係你要鬆開個邊緣位啫。OK， 咁如果咧大家想呢將呢一個效果咧再極端少少啦，啊可能我想再 sexy 啲喎，再女人味啲喎，咁可以點做呢？啊，咁我哋就可以咧加啲咧。啊、有閃靈靈效果的 lip gloss 上去呢，第一啦，它自己裏面是會有一點液體啦，會是有一些靈的反光作用啦，還有呢如果閃的話呢，再會有多個折射效果呢，望起身的嘴仔就更加之豐滿，更加之 sexy 的啦。所以啦，如果這一隻唇妝的話呢，其實是為了呢、啊、豐唇用、啊、就會我覺得比較適合呢、啊、一些可能個嘴呢比較薄一點的女仔啦、啊又或者你想那天呢是女人味 sexy 一點，其實都可以搽一些嘴仔的。 OK、啊、然後啦，最後教埋大家呢、啊、如果我們不要任何的、這個收細或者呢放大、令到個嘴厚一點的效果的話呢，咁我哋平時正常嘅唇膏應該點樣去搽呢？好，咁其實啦，我哋咧個嘴咧會有分為咧幾 part 嘅。好，咁我就會建議大家啦，其實咧用唇用唇掃嘅效果會比較好啲嘅。因為呢如果你是真的想咧鬆翻個嘴的線條出嚟咧，啊，咁其實咧就會咧用唇掃比較咧clear 啲啦，成個形狀會出啲。咁但係啦，有啲女仔可能中意咧比較自然啲嘅感覺嘅話咧，咁其實你用手指咧拎你個唇膏輕輕地印上去，都係一個方法嚟嘅。或者我哋用呢一個唇膏嘅時候，唔係用拖拉啦，輕輕拍嘅方法，亦都係比較咧會有少少鬆身啲嘅效果，或者霧感啲嘅效果嘅。咁如果啦，你真係用唇掃嘅話啦，咁我哋就有個方向要注意啦。好，咁其實咧，我哋咧搽嘴咧係有咧分咧，呢、這個叫做唇山啦。我哋咧第一下咧，咁就可以咧由唇山拉落嚟啦。第二下係另外一邊唇山咁樣拉落去。
咁其實咧呢個咧就已經咧做咗一個交叉嘅形狀之後咧，咁你就會咧有一個咧鋸鋸噶啦，即係呢個 V 字位。OK， 咁然後啦，我哋第二下咧就可以啦，喺個唇山嗰度向外拉出啦。好，咁呢個第二下咧，我哋咧就會做咗咧呢個鋸加個 M 字出嚟啦。好，咁然後咧，我哋咧就可以咧。在下面这个位置呢，由嘴的边缘角落头这里，然后呢向里面扫啦。 OK， 去到呢这个呢唇珠的位置呢，我们就可以停的，然后啦另外一边都是这样去做啦。好，那其实呢你做了这几个动作之后啦，即是一下两下三下四下五下六下呢，你已經誇了個嘴嘴出嚟噶啦，咁然後咧，我哋再可以咧用一個咧向下打直嘅方法咧，咁去咧將你嘅唇膏利用支唇掃 fill in 入去，但係係打直嘅。咁點解打直呢？其實咧，我哋唇嘅紋咧係打直噶。咁如果咧我哋用翻咧打直嘅方法咧，其實可以咧填補到啲唇紋咧，亦都令到個嘴仔望落去咧冇咁多紋，會靚啲嘅。咁如果用唇掃嘅話，咁大家就可以用呢一個方法啦。好，第一下係向下嘅，係啦，第二下都係向下嘅，第三下咧係向出嘅，第四下都係向出嘅。咁咧呢一度會形成咗一個交叉，再兩邊落埋去之後咧，會有個 M 字，咁就係上唇啦。咁然後啦，下唇就係由呢個角落頭去翻咧中間，另外嗰邊咧亦都係由角落頭去翻中間咧。咁基本上成個嘴就咧已經個形狀出咗嚟，再向下掃開，咁其實就係個嘴嘅形狀啦。OK， 大家都可以咧翻去練習一下嘅喎。咁如果啦，有時我哋啲唇膏太乾嘅話，咁點樣做好呢？咁亦都係嗰句啦，其實你哋可以咧用翻一啲咧。同你本身唇膏顏色咧係咧一致翻嘅唇彩啦，又或者咧係一啲透明嘅唇彩咧，咁我哋就可以放喺咧呢一個中間嘅位置，咁然後咧少少搣一搣咧，咁已經咧係可以做到咧滋潤嘅效果噶啦。咁但係咧我就提提大家喎，切記唔好成個嘴搽曬呢一個 lip gloss 喎，如果唔係嘅話咧。其實啊 ，lip gloss 係會有一個咧化開嘅問題噶，咁就會變咗啦。可能咧過咗半個鐘咧，咁就會喺邊位呢度咧化開曬咧，咁個嘴仔就歪曬，同埋會咧大咗好多噶啦。咁咧呢一個問題就大家要注意。咁我哋咧就唔可以貪心嘅，其實純粹放喺下唇嘅正中間搣一搣，咁其實佢就會有自己自然散開噶啦。咁咧，如果唔係就好似流口水咁樣咧，咁都幾撈教嘅。之後啊，咁呢個咧亦都提提大家啦。OK， 好，咁如果呢幾個唇妝咧，大家都應用到嘅話咧，咁其實咧其實唔同嘅顏色你都可以去咁樣放落去咧，就變咗有唔同嘅變化噶啦。最尾都係咧講緊同一樣嘢嘅啫。其實深色嘅顏色，就算我哋喺唇裏面咧，就會有凹入去嘅效果；如果淺色嘅顏色咧，就會有咧膨脹嘅效果啦。另外咧透明令身嘅嘢啦，就會有一個膨脹嘅效果。如果閃嘅嘢咧，再將呢一樣嘢係加成嘅。咁希望咧就可以幫到大家咧去 create 到唔同嘅唇妝出嚟啦。咁就下集小丹教學同大家再見啦，拜拜。